同学，我们今天在小布斯的 Quest 跳台，跟我们最新的得意两门生米菲米莉，耶！今年的目标是什么？备赛七百二。备赛七百二 ，OK， 听到了没有？米菲嘞 ？Frontside 180，一定可以的 ，Let's go！ 先示范招板给我们。耶、yeah! ，好帅又不帅！哇塞 ，Ollie Indy， Let's go！ 哦，六，哦，450，转转转转转，好，现在而且你看到我了，对不对？脚还剩90，然后跳起来，蹦，踏，对 ，Nice，Nice，Yes， 停出来啊！好，给你讲，成功嘞。真好，从小兵小孩都长大了啊，我不会老了，老人跟你拼了，来吧！好，各位同学，这个雪季第一次来，我不是，你觉得跳得如何？还不错嘛，对不对？你还有陈三。你还有成，你看今天我们三个抓板，有 Indy 也有成，对不对？双手抓板 ，Truck Driver 也有成，两个抓前面那个星星抓板也有成，好不好 ？Morris 也不错，我们有 Ohio Flip 三也是有成个几个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些细节我们要修。你回到雪地，你就发现这些小缺失都被很大的放大，所以来这边练习绝对有帮助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才是 Beginning of 2024，继续给他练下去。OK， 今年的目标我们一定会达成，好不好？要有信心。OK。松松先生，欢迎你的收看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还有米菲、米莉，还有莫里斯桑，老中青嫩四代，跟你一起滑雪。Let's go！